要么你现在就让我把人带走，要么这段录音就会出现在媒体那儿，你自己选择吧。你发吧，我正好缺新闻，你帮我炒热一点，我可以上头条。发吧。干嘛？是你自己让我发的。那我后悔的不行了。手机给我。乔安是不是上那辆车了？他们怎么锁门了呢？没油了。啊？打电话叫拖车了。那我还能赶上大秀吗？98%的机会，赶不上。什么？站住！你还真走回去啊？不就是一 party 吗？至于这么生气吗？我拿的，你只会放到那种杂物桶里面的情人，我会高兴好几天。张继飞，你知道今天对于我来讲有多么多么重要吗？今天会有更多的人认识我，会有更多人看到我你好写的稿子，我离我的人生梦想我又近了一步。可是你呢？你心里面有什么？你唯一在乎的人就是乔安。可是你知道乔安他怎么想的吗？他喜欢你吗？江齐飞，我今天跟你说句实话，就算你求10000遍结果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被拒绝。被拒绝是吧？我拒绝。干嘛？我爸，再说一遍。你到底来骗我，你还是被拒绝？拿这个来换自己留下来的机会啊。刘姐，我真的想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要留下一个泄露策划案的人，而不是我？你说你背负着你爸的期望，你妈的期望，那我呢？我是背着自己的期望，一步一步活到现在的。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要起来跟自己说一句话：乔安，你要好好活着。你只有活得好，才能让所有人看见你。你可以死，你死给谁看啊？